好，我们是 BB Rangers， 我香，我是明，今天要来漂头发，又要来漂，看出来差别吗？一个是蓝色，一个是白色。Beach， 台湾完全买不到，因为台湾的维纳并没有进这一个白色的，全部找的都是蓝色的这个维纳。染一次的效果是这样子，是黄的。可是这一瓶染出来的效果应该是偏金色，像现在这个头发的样子，而不是我的这个黄黄的。所以今天在漂是要来实验这两个东西到底实际差在哪里。然后今天的牺牲者就是本宝宝，好不好？今天可能要染半边，对，半边，因为在同一头，然后同个发色、同个质量上才能实际看出到底差在哪里，失败了。接下来看到宝宝就是都是黑头发了，一路要黑到那个长长，然后把它剪掉为止。那我们开始挑，然后染发。那要先挑这个还是用？先挑这个吗？要先挑这个。那这次我们直接走1:1。好，1:1。这么浓，有点好稠哦。对，我帮你倒那么多是要黑掉吗？就等二十分钟啦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已经洗完了，已经吹完了。这个效果是染20分钟，然后静放20分钟的效果。那接下来就是换这个啦，就是这边。好了，好吗？好啦，那我们现在再来等20分钟一样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我们洗好了，然后吹干了。我们没有等非常久，一样是等。这一样都有涂到，哇！然后也都等了20分钟，差很多哦。是有变成，就是稍微淡一点啦，就是深咖啡色这样子，差超级多，很像就是剪头发的差别感觉。大家没有要染得很浅金的话，其实用这个蓝色这个还是可以染。那你们如果真的要染特殊色又很淡的话，就是当然是白色的比较好啦。这罐，而且这罐主要是台湾买不到，看我以后只能代购啊。台湾好像没进，都是升级版。嗯，虽然不知道它升级什么，可是它是升级版。点阵了，之前看我们影片的，我们是有讲维纳。哦，讲的维纳是白色这个维纳。对，这个是这个维纳，跟我朋友去纽约的时候，在纽约那边的店家买到那个漂粉，然后是那边的推说这个是他们就是拿来漂说最好用。这个话就没有没想到这么好。然后所以现在换我了，耶、yeah, ！我准备把这个布丁漂掉。哎、欸，没有，这不是万尼染啊，先想办法把我这边变得跟右边一样啊。啊？是吗？啊？对，我们先私下处理。要的，确定不是的。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，你们觉得如何呢？那你可以把你们想要问的问题，或者想要讲的话，在下面留言，我们会回复哦。拜拜。拜拜。我要先来处理半边头发。哎。